相信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吗？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你并没有看错哟。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就算是宛如路人般的璞玉，只要用点心思，也能够变成闪闪动人、浑身散发出耀眼光芒的钻石哦。今天我们三位特派员要负责找出平常不善打扮的璞玉，来到摄影棚内进行大变身。而他们各自有着什么样的优势呢？阿 Ken 寻人老将，虽然从来没有获得冠军，但是凭着丰富的寻人经验，想要找到适合的目标绝对难不倒他。洪都拉斯见多识广，虽然已婚，但是每天总被火辣的闷锅女郎所围绕着，对美女要求极为严格的他，找到目标一定是品质保证的啦。聪聪亲民和善，深得年轻人喜爱，充满亲和力，对于他的要求美女们一定无法拒绝，想必这一次的搜寻任务对他来说一定是轻而易举啊。三人将各自寻获一个平常不善打扮、朴素到不行的美女来到现场，而在造型团队的改造之下，他们即将化身为艳光四射的钻石美人，并且请大家猜猜看，改造过后的三个人，谁会是50位男大学生最爱的钻石呢？掌声鼓励！好，来了，一起来看看我们到底他们有没有到外面帮我们找到我们的标的物呢？请看。今天我们邀请到模仿界顶尖高手，搞笑力十足的三位，究竟谁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呢？哈哈哈哈！今天虫虫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出发呢？从虫府，因为在他的对面就有我们小绿绿的大本营北一女。北一女的同学们平常都勤于念书，在书本上工作，在电脑前面，她根本没有时间打扮，刚好就符合我们寻找璞玉的这个原则跟条件。游走在最高学府的聪聪能够如愿找到美丽的璞玉吗？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聪聪，这位同学还蛮符合我们的条件，瘦高朴实。有没有自己四个化过妆啊，或打扮很漂亮这样？少化妆，比较少，对不对？那你看，你看他个性，连讲话都还会有点那种嘴皮还会颤抖，就知道他有多淳朴了。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璞玉美女啊！替我上我们节目，跟洪都拉斯、阿 Ken 他们找的美女 PK， 愿意吗？真的吗？恭喜聪聪找到这块爱念书的璞玉。不过深信北一女有很多璞玉的聪聪决定先保留起来。接下来他也很顺利地找到另一块北一女的素颜璞玉，与一位长相相当可爱的运动服美眉哦。没有错，阿 Ken 上次又拿到第三名，为什么每次拿不到第一名？气死我了！没有关系，阿 Ken 今天东山再起。现在我来到这个公馆商圈，这边呢有台大跟师大，高中女学生这边也是一大堆。今天我就要找出里面的璞玉，好好的呢把她们变成漂亮的女孩之后呢，让她们上电视节目，变成大美女。哈哈哈哈，我们出发去。璞玉就是这样子，你看看，平常就是穿球鞋，有没有？穿运动裤就出来了。你眼睛可以摘下来给我看一下吗？我看看。我没在打扮。哎呦，还是带回去好了。阿 Ken 你也太诚实了吧，这样可会伤到我们少女脆弱的玻璃心呢。哎，现在我们的位置就是在台大这边的，现在他们下课时间，我告诉你，直接杀进去台大了，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璞玉，直接就这样子做了啦。走走，同学们下课了，好不好？各位现场的来宾以及电视机面前的观众，大家平安。大家一定要能够了解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很多令人叹息的人生，尤其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看到一个璞玉还隐没在一堆不是很好的成分的玉的当中，那就叫做惋惜。就像是能够感觉到，当洪都拉斯隐没在计程车司机当中，总有一天他会出头的。因此今天我叶教授就要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来做一个璞玉美女的大搜查。转到手有点酸的洪都拉斯决定前往很多单纯无邪的新兴学子聚集的南洋街，寻找那闪闪发亮的璞玉美女哦。哎，对不起，小姐，因为我们是我猜我猜，想要请您去上电视，不要这样子，可以啊，赶时间了。哎，你好，你好，
我们是我猜有看过这个节目吗？哈，也想要请你去上一下节目来。哎，你好，打搅你两分钟好吗？你在讲电话，再两分钟。喂，嘿，我想请问一下，你比较有没有空哦？因为我们是。遭到三度拒绝的红哥，看来寻人之路一片黑暗呐、啊！哎呦，哎，同学你好，你们是北一女的吗？是红道国中。啊？国中生哦，国中生这么早熟哦？哎呦，我的妈呀，好漂亮！你今年几岁？15岁哦。你皮肤怎么那么白啊？请问你愿意带我？然后上我猜我们这个单元《狐狸大变身》，挑战阿 Ken 跟红哥找的美女吗？真的吗？这位白皙可爱的国中生改造起来一定美极了。不过求好心切的虫虫决定前往228公园，希望可以找到更多适合的狐狸美女。现在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女生的宿舍。全部年轻学子，尤其是男生们哦，每天就是心里面在想的同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去女生宿舍逛逛，对不对啊？一对滑，就埋伏在树边 ，OK？ 守株待兔嘛，这就是那个猪嘛，好不好？守株待兔。都有缘分，今天这个地方遇到你了，那你需不需要能不能把自己稍微改造一下？有没有时间？不行啊，我还要补习。你是学什么？外文。啊，外文我最厉害了 ，English conversation 嘛，啊。你会英文自我介绍吗 ？English introduce me。你知道 introduce 就是自我介绍的，哦不，那你要听好哦哈。那我的英文比较深，你可能会比较不懂。如果中间有错误的话，你再有 mistake， 哦，你可以纠正一下啊。Hi,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Shen Fei Hong. Oh, Hong Douglas. I am a handsome boy. This is a beautiful girl, and we were to be very difficult. Difficult,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Difficult 什么意思？困难的。对。恭喜洪都拉斯用超破烂的英文获得了我们这位素颜美人的同意，但是为了不输给虫虫跟阿 Ken， 他决定把贝贝先珍藏起来。有人排队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浮云，就一群年轻学生。哎嗨 ，Hello， 你好，我是阿 Ken。请问怎么称呼？真的吗？纳豆。啊，纳豆，女版的纳豆。加把拿起来。啊，不是。我问你，你喜欢哪一种女艺人？我们可以把你打扮成她的那个样子。真的吗？光鲜亮丽。像是隋唐啊之类的。隋唐。隋唐。对啊，很难吗？因为我们制作单位是小叮当吗？这位山寨版的女纳豆，你还真是幽默呢。要把你改造成隋唐，可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任务哦。哎呦，哎，学生妹，穿球鞋，身材高挑，长头发，长直发。Hello， 小姐，不好意思，你好，我你好，我是阿 Ken， 好不好？我距离就这么远，好不好？这应该不会怕。你好，可以跟你握个手吗？哎，没关系。你好，就这样就好了。好，就这样，我们就这样问他问题好了。哎，请问怎么称呼？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阿 Ken， 你呢？杨晴。杨晴 ，Oh my God！ 请问一下，你几岁？十
18。18岁，太好了哦！哎，你看看，穿球鞋的，你看有没有？然后刚下课嘛，对不对？背一个重重厚厚的背包，有没有？然后带着一个这个，好不好？啊，里面是什么？便当。便当。哎，真的是便当，真的是便当。看他平常中午晚上要吃什么。哇！家境艰难，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改造他。请教你，就是说，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荣幸能够请你来参加节目。我们这一次是要把璞玉变成很漂亮、很漂亮的大明星，请问你愿意吗？好啊！呀，成功！今天阿 Ken 好像相当幸运哦，看看这位高中美眉精致的五官跟高挑的身影，像是一个可造之才。她一身松宽运动服跟脏球鞋，还真是一位急需要拯救的鱼竿女呢。史上最强改造团队即将出笼了，造型师小娟拥有许多与天后级人物合作的经验哦。已经有8年资历的 BJ 也是圈内相当知名的发型师，3年经历的 Sky 担任过许多大型晚会和演唱会的彩妆师。我觉得像杨晴身材也很好，前面胸部也还蛮有料。我觉得我待会就是会想要让你穿可能比较漂亮、颜色亮一点的洋装，因为我觉得你的肤色可能要衬颜色亮一点的会更好看。我会加强到它的腮红的方面，腮红的颜色尽量以打得比较透，然后比较红润的感觉。然后我们今天一样会利用我们的假睫毛的方式呢，还有我们眼线表现的方式来呈现大眼的效果。我应该会帮他头发弄卷，然后整个是玩起来的感觉。坚强的造型团队立刻展开改造行动。杨晴在铺上粉嫩腮红，接上了大发卷之后，她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变成完美的性感女神呢？其实那个女生长得还不错，已经很漂亮了。那你们觉得有那个机会吗？有办法做到吗？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位杨晴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杨晴变成蔡依林哟。他的好身材竟让宪哥陷入两难的局面。人生中第一次上美容院是为了什么事？当伴娘，然后就去美容院化好妆啊，都准备好，结果要穿礼服的时候，因为胸部太小，然后那个是露背到屁股的，所以呢就曝光，然后就没有办法当伴娘。胸部撑不住。对。啊，现在 OK 啦。你怎么知道？我在跟我的体力对抗。同一个人吗？对呀，来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吓到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晴。哇塞，学生气息超重的杨晴，改造过后竟然宛如小天后蔡依林上身呢，真的震翻喽！18岁，你真的是外景里头的那个人吗？不像，不像哎！Oh my god， 你怎么敢穿这个衣服？穿你衣服好崩哦，这衣服，他屁股好翘，你对呀，身材好好，身材超好。天哪，这衣服是不是太小件了？啊，太小件了。这衣服有淋到雨是吧？没有哎，你睡就干那啦。啊，哎，雅欣，你个人看的，就是看啥啦？18岁还有一点 baby face， 嗯 ，a little bit， 而且观赏得很漂亮，跟在外景实在差太多了。对啊对啊，秀天啊秀天啊，嘿嘿。哦，我简直是傻眼。你说他的衣服太小，吓一跳，我有说简直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现在还在念书是吧？对啊，而且他的虎牙好可爱。念哪一个学校啊？桃园农工。童工。桃园农工念什么科系？造园科。哇，景观设计。桃园农工造园科啊，这最近也很热门。对对，刚才爱说当农夫的事情了呢。哦，对啊，我们都要学。是吗？嗯，就是砌砖。华冈艺校。
看一下。造孽科。戏剧科。而且在戏剧科，戏剧科。所以你每天要挖牛粪扛水泥啊？对啊。Oh my god！ 他牛粪是要当肥料。嗯，对。你下次穿这样去挖牛粪扛水泥啦。Hello， 牛粪是一定要当肥料的。对。你不可能牛粪拿来当火锅料。你这个怎么听得下去呢？这是。啊，你就开始扛那个水泥挖牛粪这样啊？对啊。啊，结果呢？我们还要砌砖，就是一个庭园里面有什么的，我们都要学。砌砖。这还有水电。都不穿套装洋装的吗？对啊。你要穿啦！你穿这么漂亮，为什么不穿？像雅欣身材这么好，你有过婴儿肥吗？其实我18岁的时候很丑。你干嘛指着他？我只是说我自己18岁的时候，可是他很漂亮。坐在那边不要说婴儿肥，旁边有人在瞪你。真的在瞪你。他不是婴儿肥，他是婴儿很肥。有啦，我交过男朋友啦哈。男朋友说他一个原因，所以他气到跟他分手。说你什么？他说我都只穿牛仔裤。男朋友说你像太老。啊，后来就分手了。对，哪有像啊？五官深，因为就是他说很像外国人，然后又不化妆的话，然后就很奇怪。皮肤那么好，对呀，对呀，很年轻就是本钱。然后又喜欢穿 T 恤，他看到我才一定后悔死了。对，你现在会不会立刻去采购这样的衣服？好，现在立刻跟他讲，呛一下，好不好？那里，好，你不要这样子，杀伤力都没有，好简短呢。你怎么看着呢？同学，你不要这样子，假装弯下来绑鞋带哦。啊，笑。一边呛一下。我会让你后悔。好可爱，没有，他现在庆幸已经跟你分手了。好了，旁边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好，第二轮我们来看看到底找到谁来了，来。苏娃天竟然拔得头筹，找到如此性感的璞玉，洪都拉斯跟聪聪谁会找到第二块璞玉呢？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本身很有这个美女的特质？没有。你愿不愿意代表我呢，去参加这个璞玉美女大改造一下？我不想了。我想不想？你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吗？还是说我的诚恳感动不了你？不然你模仿一个人给我看好了。啊？还要再模仿一个人啊？我也模仿了有3000多个哎，我不晓得你要叫我模仿哪一个。那你模仿张艺恒。哎呀，太好了。再回首，静静回一步，也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行，可以吗？你还是不想？对啊。我再模仿一个梁朝伟好了。好。因为我本身就很像梁朝伟，不用模仿。洪都拉斯以他的幽默打动了璞玉心，这个长相甜美的变化，拘谨的打扮实在是埋没了他的美丽。但是怕输的洪大哥还是决定把他先珍藏起来。来，同学来。来。自己叫我来访问他，你们班最正的叫什么名字？蔡小慧。什么？蔡小慧，蔡小慧同学，好，谢谢你，好，太厉害了，蔡小慧，走，慢慢来哈，不要急，不能打草惊蛇，你知道，假劲也弄花花，来预备了，1、2、3，蔡小慧，起立，在哪里？在这边，在这边，蔡小慧，还不错，长发飘逸，有没有？哎，你好，今天是老师带你们来上课是吧？对，还要画水彩。要画水彩是？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期望，好不好？好。同学加油，好好画图，好不好？好。加油。我要揍那个男的。走到双脚软掉的老人家，决定在一家书店前守株待兔，等着璞玉上钩哦。失望的洪老人家决定四处游走，用他快要睡着的双眼搜寻着会发亮的美丽璞玉。
他会学习。对啊。不好意思，小姐。哎，你好，你好，你好。哇，你脸上都没有化妆哦。没有化妆。啊，你平常都穿这样子吗？是啊，平常都很朴素。我有自信了，我绝对可以把你改造成国际的大巨星。不晓得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到摄影棚去，帮你好好的改造一下，来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可以啊，可以啊，哇，谢谢。恭喜洪都拉斯可以收工回家了，这位可爱的高中女生真讨人喜欢呢。不过虽然有着稚嫩的青春脸庞跟乌溜溜的大眼睛，但是乱扎的马尾跟一身不修边幅的随性打扮，可是会让很多男生却步的哦。我觉得千佑她的整个身材，说真的，她穿学生制服，所以看不太出来她有什么样子的型。我想要给她策划成另外一种风格，可能是比较辣一点，比较性感一点。那我们今天把她设定的重点摆在于她的眼妆方面，然后有一点那种小小的小烟熏的感觉。然后嘴巴的话，我们尽量以裸色调来呈现。发型师 BJ 决定将她的发尾弄卷，使头发更柔顺性感。再穿上小娟老师让她小露香肩的洋装，她真的可以摧毁璞玉，完美变成一颗闪亮钻石吗？欢迎千佑！欢迎千佑！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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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Oh my god！ 又又又又又，总共有一千个又，千佑千佑又。欢迎千佑！欢迎千佑！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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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又又又又。总共有一千个又，千又千又又又又又又又，总还有，比较像洪玉成呢，哎呦，可爱呢，哎呦，哇，千又，这一招的啊，那好可爱，只有16岁而已，哎，不会也奇怪，哎，出到现场看人，反正脸绝对不会肉肉的。Oh my god！ 朴素的千佑经过改造之后，甜美可爱的程度竟然可以媲美杨丞琳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千佑，好可爱哦！还有这边大哥哥，嗨，大哥哥好！哇，融化了，融化了，你好啊！而且你平常不太装扮啊？对啊，平常没有化妆，才16岁也不需要吧？家里有姐姐吗？有，姐姐应该会化妆啊，会跟啊。她也走朴素路线。朴素路，对，等村姑风，对，村姑风，简朴风啦。对了，对了，那么人生中第一次上美容院是为了什么事？哦，那时候参加小阿姨的结婚典礼，然后我当伴娘，然后就去美容院化好妆啊，都准备好，结果要穿礼服的时候，因为胸部太小，然后那个是露背到屁股的，所以呢就曝光，然后就没有办法当伴娘，然后结果就穿了一身就是牛仔裤去参加婚礼，然后化浓妆这样子。胸部撑不住。对。啊，现在 OK 啦。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对啊，你在看哪里？我在跟我的体力对抗。快顶不住了！直接冲下去。参加啦啦队哦，是那种竞技啦啦队那一种。对，我可以抛人那一种。对，我在上面的。哇，是啊，被抛的。哇，下面很苦哎。你很快在休息跟你但是他的身材你还是要对呀。你几公斤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吗？47公斤。还好啊。没有，那个时候43公斤，然后没有练啦啦以后就胖了。哦。对，了解了。说穿短裙。第一次穿短裙，但是却在比赛当中跌倒大曝光。对啊，因为平常都是穿比较长，比啦啦队裙子长一点的裙子，然后参加比赛的时候是那种只盖屁股的，然后就摔下来，然后就那里面应该有安全裤吧？有啊，但是还是很糗。哦，这是我们第二一位，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好了，第三位，我们来看看到底在路上找到谁来。孤军奋战的丛丛，他能够在最后找到更完美的璞玉，击倒洪都拉斯跟阿 Ken 吗？哎，有一个妹妹，就是她。
同学你好，怎么称呼？嘉珍。嘉珍啊，我给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好。因为这里是斜坡，有没有？我高多了，今年贵庚？19。啊？19岁而已，念哪里的？台大。哦，我的妈呀，谁说台大无美女的？感觉你看她的皮肤吹弹可破的，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就是往名模的那种方向走。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就是到摄影棚里面参加我们璞玉大变身，可以吗？这位台大高材生眼镜下的美丽真是不容小觑，一张清秀的脸庞和高挑的身材，配上完全无法展现女人曲线的服装，还真是标准的山菜一族呢。我觉得她可以就是来走比较高雅气质路线，然后又有点小性感的小礼服洋装，可能是平口的，然后可能有收腰。我觉得我们设定一个就是名模的路线来仿效好了。她五官还蛮立体的，我觉得帮她上一点大波浪的卷度。让他看起来更萌。彩妆老师 Sky 决定用清秀裸妆跟定眼妆容，让她的脸颊重现光彩。大波浪的卷度跟小娟老师为她准备一盏女人曲线的平口素腰洋装，真的可以让山菜女来个致命的美丽大反击吗？要念到 NTU 是真的不容易，而且这个看起来是书虫，我觉得变身之后会让人有经验差异性，而且要变成隋唐，哎，对不对？超级名模，哎，好吧，一起来欢迎隋唐来喽！欢迎，耶耶耶！嘉珍，22岁，170公分，40公分。来欢迎隋唐来喽！欢迎，耶耶耶！嘉珍，22岁，170公分，40公分。哎呦，哎呦，哎，小受伤还来，有没有？小受伤还没谈呢，来，哎，肿一点点，一点点，好好好，啊，看前面，看前面，哎呀，爸爸变。太惊人了！嘉珍改造过后，竟然全身散发出名模的光彩，实在是差很大。你发生什么事啊？刚来路上雷惨。来的路上啊？今天下午。你看他手还在流血，你看。哎呦！快，一边滴血一边来上节目。谢谢你还来耶！谢谢。而且鼻子还撞到这中间，你看侧面看一下，整个肿起来吗？侧面怎么样？不是，那是人家鼻子天生的。对，是，而且很漂亮哎哈，班上的女生都不打扮的是吧？嗯，你平常就穿刚刚那一个德性啊，就那已经还蛮时尚的。那个你去送披萨按门铃，人家还问很久才开门。新衣服，什么科系？农业化学。怎么这么多农业啦？一号也是农夫哎。有没有交男朋友啊？有啊。哎，男朋友是哪一个学校？也是跟我同系的。那怎么追到你的？就在女上下学。那你应该会先跟捷运的计程车司机交往。对耶。为什么？今天晚上就跑去跟公车司机讲，哎，我想辛苦，我不能让你这样每天载我。我们交往吧。一起。雅欣啊。男生想跟你在一起的话，该做什么努力？我们提供一点。他应该做些事情让我感动吧？感动。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动呢？不知道哎，要看他怎么做。你们不要再笑，他们好坏哦。他们现在很像在看电影哎，真的。你们六位有没有买票啊？要不要放火？只差没有吃咸酥鸡而已，真的。天哪！三位美女改造过后，真的有如钻石般闪闪发亮呢，而且会最受男大生的喜爱呢。2号，为什么？为什么是2号？改造很成功啊，觉得很像，真的很像陈琳啊。雅欣，你选？我选1号。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1号有南美风。而且他在改造前跟改造后差很多。秀心姐，我觉得是3号哎。为什么？三号傻乎乎，为什么呢？对，因为他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傻乎乎的。哦，你也念台大的？没有，我是台肥。好，台肥。2号，我觉得他很可爱，然后很惹人怜。我
们选一哈。看来大家都有人猜哦，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呢。到底谁会获胜呢？真是让人紧张的不得了哎！火力变转身，飞飞飞！今天评审团是由50位男大生所组成，我们先来听听看他们心中的钻石人选是谁吧。忠厚老实的，你要选谁？我要选一号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穿衣服穿搭配的很好啊，因为他身材很好，然后又穿那么能够展现他身材的衣服，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吗？不是，不是还选他？哎，蒋友柏，三号，帅又帅，三号，对，为什么？比较顺眼。比较顺眼哦，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欣赏。到底他们三个当中，哪一位能够确评中选，是我们同学大家最喜欢的璞玉变钻石？请选择开始。贴就好，不能啊，把人家拉开哦。投票活动即将进入尾声，到底谁会获胜呢？马上来看看吧。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觉得哪一位会最多票？我站在后面，我都看到了。对，都看到。好，先看一号了，好吧？好，一二三。哇！刚才我跟蝴蝶在讨论谁粘这个位置。对，太低了吧？就那个啦，招手了。好，数一数了。好，闪亮亮哈！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搞得跟刺猬一样。十四、十五、十六、多票哦！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十三票。这个已经几乎是哈。第一号看看，一二三。哇哇哇哇哇哇！一二三四五六六票。哎呦天哪！来的算一下，算一下，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票。哦，所以获胜的冠军就是一号，23票。来，总呼天哟，反差最大的，哎，真的高反差。这被你退回的心，烧成了灰烬，一字一泪灰飞烟灭，我才肯相信，在我们已经僵持的心里，用同样的决心做不同的决定，这样也好，我的原型会成就放弃，一站一站带着伤心一路走下去，让一笑我不熟悉的言语，说他们的悲喜，而我再也不必参与。如果说再见是你最后的消息，为何我怎么想也想不起你当时的表情，你当时的心情，有没有一点痕迹？
做主角。哎呀，你好，你好，张雨欣，首歌好。哎呀，牛哥，刚刚在这个节目前面那看，真的是好有气质，差点忘了走进场。是啊，是啊，该访问的时候，多么的羡煞你，太夸奖。尤其他是看你的 monitor， 在看你在唱什么。当时的雨，他。人头不大嘛，这些人很简短。最讨厌人家讲他讲他头大，是不会啦。其实哪有大，对不对？你看我们两个比起来，哎，我现在剪短了啊，你可能比较吃亏一点。对啊，对啊，头发剪掉，是剪短以后大概少了二两左右。你当他的什么鲢鱼头的？哎，这个头好像弄点冻豆腐。不是，这个头发剪掉真的很有精神了。哎，又是一种另外的欣赏。是，刚刚羡慕你的那个弹钢琴唱歌的感觉。真的是，这个是因为他是创作歌手，一定要专精一样乐器，不然他怎么办法编曲啊、编歌啊？这对五线谱要这么的熟悉，怎么样巧妙的运用？可以说手脑心啊，还有这个可以对时下的这流行趋势，通通的了解。还有，竟然还更这个，因为他这个创作的时候，这个条件跟环境，他有个人的。独特的需要，厕所也很重要，有这样一个好的卫浴设备坐下来，旁边随时有一个铅笔跟一个五线谱，哎，想到了，哎，这样子啊，还有回响铜，这什么叫做铜？还有的人，这是灵感石，刚刚讲的是有点夸张了，但也有人在厕所也抓得到灵感，像比如说像那个大家知道梦醒时分啊，梦醒时分，对，李宗盛，李宗盛李大哥，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们猜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梦，在打麻将的时候写的啊，不是在起床以后啊？没有没有，他真的是在打麻将的时候写，而且写完之后就这歌好像蛮怂的，你觉得好不好听？就这样子。哎，那像我无所不在啊，像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比较孤僻一点啊，我一定要一个人独处。比如说你写歌可能只要20分钟，你可能花2个小时打扫。哎呀，那打扫还会，因为我很怕看到很杂乱的东西，那我心就会浮，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创作。所以他不管在这个生活里再自在，但是要创作的时候，他就要弄得一尘不染。像那个郑敬一啊，郑敬一他就是势必要这样，这个激情过后他才有灵感。太夸张，羞憨了，爱搞梦的话在。不过您的歌路啊，就是唱出这个，这个一般这个，就尤其是青这个都会男女的感觉，还有那种爱恨，这怎么掌握又无法掌握的时候，那种男性那种呐喊啊，那种那真的不只是说这个观众喜欢听的歌，我们同行很多啊，像那个有一位谁啊，跟你一直拍案叫绝，只用单手拍嘛，哇赞嘞，就啪。那个阿杰啦，阿杰啦，越过去过了天了，哦，工业哇，音域好广哦，哦，唱起来好爽哦，你要不要唱唱看？对呀，我拿个椅子，不用椅子，他喜欢泡泡茶，对呀，一碰到他的南部就泡的，阿秋阿秋啊。泡就够得嘞，其他的罗大哥来唔得啫。你搞恁个国语来得，就叫做张宇讲，伊个歌我国语歌是喊你唱，那伊个歌去，那有遐夸张啦？没有没有，就只唱你的歌，真的。那他怎么唱？他怎么唱法？我为各位带来这一首《用心良苦》。哎呦，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又残留多泪，你的唇面里总有疲惫，有疲惫。那我在美丽中有疲惫嘛？面里总有疲惫。这台语对台语现在转法，其实用心良苦也可以换一种比较轻快的啊，还可以改变的，不一定要这样苦，而且味道还不错。我们请老师来，听起来会轻松啊，对，不失原味啊，不失原味，来试试看吧。他本人在现场，就是用心良苦，对，就用心良苦。麻烦老师亲爱的，好听听看不同的用心良苦。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直到
真的是可以改变的嘛？哇，这个什么叫雷鬼的？对对对，好棒哦！刚刚真的是整个音乐性是很轻松啊，但你还是唱得很苦啊。那是因为你们两个在旁边哦，是这样，怕被你们甩到。而且唱着唱着还有合音的，对对对，打啦打。有这么夸张？哎呀呀！来来来，今天你来演唱，我们两个唱，好吧？这个张清芳虽然没来，我来代替一下。好，哇，雌雄同体的。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你为什么碰到谁都是姐妹啊？奇怪，不是，我这个歌也是挺伤脑筋，介乎男女之间，也是我的好处，也是我的缺点。是是，那我就试试看了。好，这首歌叫什么？别来无恙。哎，来来来。从来不曾预期还会遇见你，能不能不说话，让我的情绪藏一藏，不要试探彼此的伤，问候语气有点凄凉，我设法压抑我自己，努力安抚那面对你心里的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爱就是这样松散，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你放弃了我，我放弃了你，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这感情是否真的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哎呦！哎呦！哎呦！好有趣啊！实在唱起来很疲惫，好像姐妹啊，艰难度很高哎。这两个男孩子这样对唱情歌不是很奇怪啊？是不是别来无恙？哎呀，只是不男女唱起来可能更过瘾啊。他这个歌设计就是男女合唱。不过你最后那个音为什么要那样？想早一点，早一点张清芳的味道啊。哦，哎呀，他的歌声就属于这种，其实从那个怎么讲，那个好像针尖子上出来的声音嘛。叫我不像你呀，啊，因为你是我的最爱。哦，他也是不得了，动声音很少。嗯，他哪个哪首歌最适合？很像啦，最适合模仿。我还年轻啊，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曾接受你的情。又有鼻音，又有呢，还不定。
哎呀，你也很高嘛，高嘛，你也会、啊，吓、哎、我一跳、哎。你是我的姐妹。奇怪，怎么、哎、我怎么也会啊？哎，突然怎么变张清芳了？确实是。卖给啊，卖给啊！哎，不过真的是今天很开心的，我们张宇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欢迎您今天的来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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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谢谢。